哎，好，涛哥好，也好，就是我其实，大家也知道我不是很专业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别人电影的首映，真的是第一次，我来之前还特别紧张，然后我就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来看，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，然后一定会大卖的，谢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天三小只之一的王源是在春晚彩排之后特意赶到现场观看影片的。在回答主演邓超提问“大年初一要带谁一起看《乘风破浪》”时，王源耿直的回答令全场爆笑。圆儿，这样，大年初一放映的时候，你会带着谁看啊？大年初一啊，啊，大年初一我还在回家的。我有事情。我知道，没事，我们又不是放映，我们又不是放映，你就带着谁看谁去看《乘风破浪哦，我回家，我带着全家都去看。全家都去看。对对，一定会。好嘞，就对，那两只也要带上是吧？对，那两只也带上啊，发动哈，三只都全家都去看。